者王新宇台北报道，香港男星余文乐去年12月和皮带前金王唐云结婚后，3月又承认当爸，证实爱妻怀孕中，两夫妻的感情似乎相当好。余文乐晒出王唐云的照片透露想家，女方随后也贴出老婆视角的照片喊话快回来，深夜闪光弹引发热议。余文乐深夜在 IG 晒出王唐云的照片，写下好想回家，相隔不到一小时。王唐云也贴出余文乐与爱犬的照片喊话快回来，更娇羞配上爱心贴图，隔空不同框的放闪，马上引来网友笑亏闹骚，你那么闪我怎么睡，我也想玩这样的晒恩爱，单身狗觉得可怜。余文乐晒出爱妻照片，凡是自 Instagram 王唐云也贴出余文乐照片，凡是自 Instagram 余文乐深夜告白爱妻王唐云，凡是自 Instagram